新哥的货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小六，起来，给你找个好去处，过来。休养，出来。嗯，这是货比上次水灵，就这么定，人我带走了。老头，闭嘴！快跟我走，不然我打死。老大可来信儿了，要对角膜，就价30万。你这有合适的货吗？我带去做下配比。你看哪个行？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，你在玩手机和电脑的同时，有没有想过利用一部手机就能住家创业呢？转发分享就秒级到账，很多人做2-3个月就收入过万了。我已经帮助很多90后网盲大姐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改变命运。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梦想渴望成功的朋友，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QQ 2447727070，微信18898715243。都老实点啊。送到一个像医院的地方，又检查又抽我的血，最后给我领到一个房间，让我躺下，给我打了一针，我就睡着了。醒来后眼睛就很痛，他们告诉我我的眼睛有病，已经帮我治好了。大壮哥，你瞎了。不思哥，会不会我们都和大壮一样眼睛被挖了？不会的，事情没那么糟糕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姐，我想休养姐，我不想家，也不想死。